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赶车，不好意思催我，快点了。什么东西？你这样早出门，你也不是跟我一样。Hello， 还不要载我。就是这个卡了，太困难了，这个再赶快打哦。Okay， 今天就是催批来到我们奈马街的，然后还要提早彩排，所以我们现在三点多到了，才要去看一下催批彩排的时候唱歌是不是真好听。哇，今天我们的服装全部是黑到完了。不，阿汉的服装是怎样啊？现在阿汉应该是在前面的。还是黑色。哎呦，还是黑色的，远远。哎呀，裤子没有黑哟，灰色，灰色。这肥仔真是有气。八三后，八三八三后。啊，彩排要啊，现在彩排要。怎么样啊？大家，我是破皮渣男。哎，这个是帅渣男。潮流，现在潮流，不要烫了。什么潮流？这个头发是阿蹦几年前的吧？彩排，彩排，彩排，彩排。你穿越到你了。没有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还有吗？职业还有吗？不是人给吗？不是人给吗？他妈的像个毒瘤在这社会生长。So you get ready, what is your fault? 哎呦，很可怜，但是没人看见。哇，这人潮会错吗？我这样早就能玩老鱼了。哦喂，现在我们有很多红色的 canopy 嘛，我们先摆出来，然后我们会招商。所以如果你们想来摆档口的话，也是可以联系我们 DOP 啊。哦，这里中间呢，三个影片是 back to back 嘛，再有已经把它拆开回来哦，这样子我觉得比较 chill 一点。卖电脑都来，看到吗？全部是二手。然后阿田还是一样在那边做工啊，你看。所以你们来可以找到阿田，你们来这这么近可以找到他哦。然后我们的牛车档哦，全部都摆成新的形式哦，阿 Scream 也有。老板表演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是已经炒完了？啊，炒完了啊！哇，老太慢了，太慢了！这个不用介绍哦，这个每天卖完了，这个雪媚娘真的太好吃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又靠近中秋节了嘛，月饼啊什么都有，全部在这边。Okay， 还有我们这里有一个坐吃 area， 然后这里也有，我们会放一些主唱那边，然后给大家吃东西喝哦，还有点歌这样子啊。哇，老板娘很心机耶，开 TP 的歌嘞喂。我现在我去找小白羊，小白羊应该是有做工。帅哥，有帅哥，有美女，看到吗？哎，穿的够做工啊！我脱下来拍不了。没有，我脱下来，你之前跟我讲哦，你是穿那种拉链出来做工的，今天穿的够。不管你给我脱。我跳哥讲的假。你都忘记了？哎，等一下，有需要机器吗？应该没有嘞，应该看不到嘞。真的有不啦？看我不啦？我。OK， 这样 OK 的。介绍其他档口啊，这个档口可介绍很烂啊，服务本来没有他的时候我 OK 的，我是员工哎，要跟我老板讲。OK OK， 所以所以所以，不要讲不要讲，所以老板，知名品牌 from 他们都来，还有烧，所以你们买了烧鱼不用怕没有地方吃，全部可以去中间那边。哦，奶茶、鱼子烧、龙须汤、龙须汤，这个龙须汤很出名啊，都在那边。我家乡点心也在那边，家乡点心上个月就来了啊，我每一天都卖完。所以今天的人潮不错吗？今天是星期六，催批真是有力效哦。所以等下看他们表演的时候，差不多半点多的时候，那人潮一定是爆啊。我们现在就要测试一下，到底现在的人啊，按了电话会不会分心？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手机被抢啊，皮包被抢啊。这是在奈马街，我们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好像有人钱不见掉啊，钱不见啊，被抢被偷什么。今天这个就是要告诉你们。我来测试一下，我给你跟住我，我很快的，你去前面，你去前面。现在人就是这样子，看电话就分心，看到吗？只要人多的地方，你们要时时刻刻警惕一下，是不是？我先给你们来一个小互动先。你身高多少？1.3。你身高多少？1.5。很矮，好丑。没有，其实是1.82。我懂，我懂。懂啊？你几多吗？你相信吗？你讲不相信，我就给你10块。
啊，你们要看 3P 是吗？先不要看 3P 先，这有一个好康要介绍你们，就是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在淘宝买东买西？我就要介绍你们这个集运公司啊，它的名字叫东拼西凑，就是你可以在每一间商家那边东拼西凑咯，去到我们仓库，你还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拆包。如果你拆包的话，就把你的货弄到整整齐齐，就像这样子。你看这正方形盒子里面，其实我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是不是很省味？水电还会把我所有的货我全部都会拆了，过后再重新打包成这样子啊。然后在我买淘宝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有压力啦，这样在不同间买东西，这样拼起来过，我会要付很多运费这样子啊。而且咧，你不用担心的东西不见掉，你不用怕骗你，因为他们会拍给你看，拍那个称重给你看。还有，他们咧还可以寄食品、化妆品、药品，还有国际大牌的敏感货啦，空运、海运都可以。有些代运公司咧，只要有敏感货咧，都是只可以跑海运，海运又久又麻烦。这一家咧还可以选择空运啊，如果你有敏感货咯。OK， 讲这样多咧，现在就让我来教你们怎样用这个小程序啊。请看这边，首先呢，你们要打开微信，然后扫这个 QR 码，登录到这个 app 里面呢，你们就可以按第一个获取仓库地址，然后一键复制仓库地址信息，然后去到你的淘宝那边，你就可以 paste 这个地址下去那个仓库的资料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买你的东西哦。你来到你的小程序，你就可以看已入库国内的单号，然后还可以让你免费90天放在它的仓库那边呢。OK， 然后你再按全选，然后按提交，你就可以看一下哦这些东西大概几重几重啦。去按地址，然后把你的名字、你的电话跟你的收货地址啊，你就可以看到下面有写这些西马补货专线啊、西马补货经济专线啊，这些都是可以选的。所以我就选经济专线啊，因为比较便宜嘛。然后大概6到8天就会到了 ，OK。所以我就选完了过后，我就按提交。然后我就按确定 ，OK， 就是这么简单啊。你们就可以开始等你们的货全部到仓库哦，过后还会提醒你的。然后这个东拼西凑这个公司呢，是我用到暂时是最舒服的啦，因为我看到我货来到的时候全部是美美的，现在我有点迫不及待想要开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它到底怎样放，我就要开一下。看到吗？多么的整齐！这真是我很真心推荐的一个集运公司，叫东拼西凑。OK， 用起来。这个是他拆好了，然后放好的。拆好的话放。他贴的、啊。他贴。哇，很好哎。所以是不是很好？他贴更加好。你看我的话哦，中间有在放东西嘞。他真的把我们的位置省到极致啊！你看，真的是还有空间啊，就放下去，真的是很节省空间。这个画的拆好了。保护到很好看，真的保护到美美的全部东西。很多人了，很多人了，现在。小杨来，我们来演 TV 啦，就是演 TV 了，我给你演的，懂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TV， 我是美女。演 TV 很容易演的，这样演就可以了。啊 ，Who else？ 哎，也是可以的，你看他们这样子就可以了，马上呼。很容易的，不会太难的。啊，水母了，举手。如果翠翠没有来，哎呀，不会堵人吗 ？OK 吗？这样我表演可以吗？哎，不可以啊，做你们这样的，我也是 YouTuber 嘞喂。所以我们这几条友喂，就是要去带翠翠啦。然后我们现在这几个是摩的哥，这我怎么长得矮矮弱弱这样啊？哎，唯一一个像摩的哥，唯一一个像摩的哥的，结果长头发，哇懒嘞。不能啊，这样子我们，哎、欸，我们请摩的哥来哟、哦，看到吗？长头发摩的哥，玩玩啊，走，我们走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邀请翠屁上台，来翠屁。哎呀，翠屁来啊！啊，翠屁。没有没有。你站住就对了，啊，来过来，好了好了，不要这样子玩我们的来宾哈、哦，我们的 TP 准备好了没有？我看一下啊，啊，快点啊，很紧张啊，很想要快点上来啊，坐里面穿裤子，等你，裤子，哦，我们欢迎 TP。为什么一个老兵？
真的。他 ready 好了，别的不会啊，都是 ready 好，就是拉裤子这样的。啊，来了。Let's go. Let's go.祝福几千遍，就怕你听不见。一个天，一个年，那个都是好天。把真情，把祝福，所有事情来实现。小时候的心愿，努力不可折现，依然很浅，得不到你想念。三十年，刚到那个时代，要等到好的，我会跪下来膜拜。所以我干脆一次火炸出来，让你炸出来。我开始 SE， 我不白了，出发点在不断上 A， 我不要来，就不来，不要来，慢慢下来玩，玩完记得回个家，吃个团圆饭。还有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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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我会去比赛，比完赛过我再来看看那马 K 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多人呢、啊、？OK， 就这样啊，拜拜。人间冷暖，如君如月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